呵呵呵。 小老弟，切记，一分罪。 十分罪。
阁下一看就不是这里的妖怪，莫非也是来拜那黑风大王的？听我一言，这黑熊外强中干，靠不住，你还是趁早离了此处才好。甚好甚好，地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招！这等凡品，赏你便是。往后你便可去土地庙自行炼制。小神还要寻丹炉，先走一步。此地，我惊扰死死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酒仰问天，古今谁不死？不妙，误了正事，去给三少解酒的来。哎呦，神清气爽！哎，是你把咱叫醒的？不过，咱现在得填饱肚。都到卧虎寺内有肉吃，那可得去瞧瞧。
且慢走，且慢走，再走怕你眼无疼。甭急，甭急。哎呀，好灵，好灵啊！亏得我一直存着，算是找着正主了。鬼界村，旁人以为西海鸥坐到旁门不入流。分散逐风转，此已非常深。我呀，算准你会来到这里，天命便是如此。此间藏一珍宝，小友可否在这晃？
呀，这儿的妖怪被你打跑了。为寻这雕鼠偷来的丹炉，差点把命送了。道祖慈悲，好汉福寿无量，救命之恩无以为报。这个便送与好汉吧。阴阳生五行，五行运一性，一性并于桃花，一行立于乾坤。好汉若有丹药之需，可随时来我这里。